孝文，孝文，孝文，孝文。尚文，爸妈呢？不是说好两点要采访吗？采访地线了。啊？半个小时前就结束了，全都走了。你去哪了？为什么连电话都不接呢？我出门的时候忘了带手机，不过我有打给少芬啊，说有什么状况就会联络我，没有接到他的电话。为什么你不直接打给我呢？你到底跑去哪了？是不是跟别人在一起了？室友的朋友，有点事，我过去看一下。是什么该死的朋友，重要到可以让你不把我跟我家人当一回事？从来都没有想过不到的，我不知道采访时间提前。你还不回答我？是哪个朋友？就是书店那只狗 Lucky， 他找到原来的主人了，他今天要被送回去，我过去见他最后一面。我只是去看他一下而已，我绝对没有想要缺席今天的采访。我想说应该来得及，你要相信我说的话。你是为了去看那只狗，还是为了去见那个男的？说，这么简单的问题很难回答吗？你快告诉我啊！在说什么？我知道，你还在求我跟徐以倩的事，对不对？跟他无关。那究竟是什么？我哪里做的不够？哪里做的不好啊？啊！我这么努力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打拼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说的没有错，根本不应该让你出去工作，你什么都不懂啊，出去只会让别人骗你而已。到今天，你还不懂我要什么呢？所以那个男人懂了。我问你，当我李少文的妻子，不能满足你吗？
为什么你还要爱上别的男人呢？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可以感觉到我自己的存在。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家，我只能做李少文的妻子，我只能做李家的媳妇儿。为什么我就是不能做我自己了？所以你心里觉得做沈怡贞比做我李少文的妻子还要重要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难过，我真的我不知道，我也很彷徨无助。我从小到大，我所有的世界都符合我自己所要的期待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控制不了，我控制不了。你错了，这件事对我来说。没什么控制不了的，你跟那个男的永远不可能，因为我绝对不会跟你离婚，这一辈子只能跟我在一起。